这个手要握好，对，然后放下都不用用力，自在的放下，舌头要顶上颚，再来眼睛前闭，一手这个地方叫玄关，深呼吸把身体拉直，这个叫调身。你每次打坐的时候最好是调身，吐气的时候身体放松，那感觉你的身体比较自在，不会 KK 的时候才开始打坐，这样了解吗？在家里就这样子、哦、好，默念南无阿弥陀佛，不要有声音，就是用心默念就好，嘴巴下收，脸部放松，对，嘴巴下收最大的目的是让你的身体不要往后倾，再来脸部放松是让你的精神能够放松。来，请那些上音无穷老庙天明，红路发佛妙如，今天皈依在圣人宫龙华圣会，一至中央点天灵，万法超然胜利清，请老外国观音佛庙仙灵合体，我红路诸神显露一道合真，红路诸历代祖先累世恩亲借助，会当全部照桥皈依往天佛院。我红路会当身体健康，一切顺利，在道中好好修行，功德回向。以后修道有成，会当东京龙华盛会。啊，气动灵动拢不要紧哈。来，第一次过来。加拜两拜好吗？是。就可以了。来，请杨良师加持。我地主脑边有边山个化开。来。手放松，唔免急啦，等你话紧啊，但是放松吼，放轻松，唔免抬高吼。来，请这光华佛加持，我地主元神归宫，七魄归体，身体健康。来，你三个来。后天来记得好吼，后天来记刚才卡卡打好，放松，眼睛闭起来，身体放松。来，请观世音菩萨加持，我红路完成光彩，身体健康。身体放松。来，请菩萨加持，红路完成光彩，身体健康。来，请菩萨加持，这等下禁掉的门拍开就好，今晚来可能较袂遐冷，较袂遐热。我这吹地下来真冷吼。来，请菩萨加持，红路完成光彩，蒙刷离心。放轻松哈，那是气动灵动拢无要紧了。来。来，请多谢师父加持，这我坐较头前舒服，不是不是，我不是在讲你，你坐到我坐就好。好，这样好，这样好。
手放在脚头，放在脚后安尼头，哎对，来一，我手开开，哎，请神父加持，地主关心光彩，身体健康。啊，另外迄个去开刀了呐，不知道，无甲你联络。嗯，来甲讲话，好，安尼好，来，我手开开，卖背景。来来，小姐。刚刚才不准备出院。好顺心，这出院。唔知呢。出院了。出院噶。来，然后提金庙加持来，准条庙哟，来准条庙加持来。那第一个。坐多久算多久啦，你别坐就在那扣分，这样不太容易。来，来，请韩良师傅加持。来，把这开开，请无经路庙，红路庙德，将三分归公，七百归体，元神光彩，龙神结善离心。来，再个摆两下哦。好，不要不要，站在那里，来，请合照，来，请他们各位加持，好，来，站在那里，来，请观音佛庙来加持。我红路会当小人理性贵人来做，身体健康，事业顺利。来，你来，行。对这对这开始看，来，请观音佛庙加持，快来，你来，来，请九天大庙加持。再来，你来。来，加油！第几秒加持？来，你两个来。去站到关的小关，来，请两位各位加持，放轻松。今日只有专心的学徒，这是灵奥的资源。来，请姚弟金庙加持，再加持。